期待的 MV 啊，就你们看到那些好多底上面的 MV 不是我们拍的，因为他们说要录的时候就跟我们说，哎，要拍 MV 这样子，可是因为我们都在外县市，没有聚集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立志我们一定要重新拍一个《等待与期待》有我们的 MV 这样。你们现在如果在 YouTube 打《等待与期待》有 MV 真的，可是男主角女主角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。我们有一次回去那个嘛新北市表演，我们还有跟那个男女主角拍照。对，真的，结果点阅率还有10000，真是有点奇怪的。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拿回来我们的 MV 主导权。对，至于是什么内容，我们到时候再说。哎，团长，你是不是要宣传什么事？不然你以为表演费很好拿？对。哎，我们蓝心在下一场表演很近，就在礼拜一而已。所以如果是出来玩的，我们刚好南下，然后要环岛的话，礼拜一刚好在高雄，我们在文化中心前面的草坪。他刚好有一个原住民的相关活动，那我们蓝心会在那边有演出。我们是压轴。我们是压轴。对。有高雄人吗？有没有高雄人？哎、欸、有。有完美。你刚好那一天没空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已经听了。没关系，不错，你有先提早听了。对，就是如果刚好有南下的朋友，或是在 YouTube 前面的朋友、直播的朋友，刚好在高雄的，可以到那边去看看我们听听歌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哎，电视机。对，其实我们还有电视机。啊，对，我们还有网络直播，一直忘记直播这件事情。对，就是各位朋友们，希望你们有空，后天要到高雄哈。后天了，对，后天就是8月1号。对，8月1号，就是所谓的原住民族日。对。好。然后很高兴可以。收到高雄市原民会的邀请，对，这可能要请未来的屏东县县长候选人补充一下。因为高屏本一家嘛，去那边讲话。哎，今年选几年，你至少宣传一下吧。虽然这边没有票，哎，对，所以就在后天，就在后天8月1号，就是我讲过了，我没有关系，就让他嘛，就让他也说嘛，他难得就讲。他讲他那天的服装。对，他讲他那天。那天只要穿族服，到高雄市就可以免费搭轻轨跟捷运。真的还是真的。你们可以去那个高雄市原住民族委员会的那个粉丝专页，可以去那边看一下他们的相关的那个讯息。真的吗？对，是要整套吗？还是我不知道配件就可以，还是看脸就好了。他不是主办单位吗？假如不是原住民的话呢，一样可以，只要穿族服就可以。族服吗？那对，客家人穿都可以，对，可能穿油桐花吧。只要是人穿族服，整片油桐花。喂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你讲还没讲完呢。就是8月1号，我们蓝心乐团在。高雄文化中心的草坪，做压轴的演出，那都是免费入场，所以呢，把握这个机会去为我们欢呼。那你那天会穿什么？对，我很好奇。那天哦，拭目以待。拭目以待。拭目以待哦。是拭目以待。拭目以待袋子，对。拭目以待。哎。真的，有时候原住民那个“拭”跟“拭”会分不清楚呢。对，一二三拭。四十街道上，看着人群，他吵来又吵往，我找来找去，却找不到我爱的他。孤独的我，只好一
一人坐在路旁。山盟如今却剩一个我，孤独的我只好一个人独自承受。下课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，大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上个厕所。那如果口渴的话，也可以再到吧台点杯饮品，也欢迎逛逛我们的铁花好店以及我们周边的铁花村慢市集。那如果桌上有刚好喝完的空杯空瓶呢，也可以顺手帮我们拿到侧边吧台做回收。那如果门票还没有兑换饮品的，也可以趁现在去兑换饮品。那土瓜村一样在这边提醒大家，离开座位走动时呢，口罩一定要戴好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一起期待接下来下半场的蓝星乐团，谢谢大家。